这车没有人能给你打钱，我敢这样说，百分之百了，不管你问谁，就是他们报随便报，他不出钱是不是？喷漆有几款？接下说。没有喷漆。这个门喷的啊，门和叶子板。喷漆了吗？有。看这个门还有这叶子板这，机盖是没事儿。走过出保险了没？这个车出过保险没？一侧都有，这车的话我感觉68000公里，现在这价就是在13那一片儿，13啊，只有14。价，你给个什么价呢？今天让我开走的话，我给你13.3万，肯定是不超13.5万。这车，我下午再给你恢复，好吧？下午是吧？刚刚回来。你说现在弄不成是吧？18年的车跑了6万多公里，说实话也是个正常公里数，也没少跑。就是家用啊，也没少跑啊。这个报的有点低，他们报的大概是14左右啊。14左右，这车没有人14能给你打钱。我敢这样说，百分之百了，不管你问谁，报随便报，他不出钱是不是？你给人家车况说准，你都人你报的时候你都说我的车一侧不齐，然后有点小剐蹭，68000公里，是不是？你给人家说准，因为二手车一车一况，你给人家描述了好，然后他价钱他给了高，你说今天卖不成是吧？这个账，你我这个心理价位穿相差有点。因为仨人来了，我差不多给你卖走了。你相差有点大。13万我能开走不能？但我也开不走，也开不走，开不走那都不说了。